这边呢，就是最热闹的商业街的。刚刚下完回来的时候，从这个巨人之路啊，我们重点是巨人之路。来下来以后呢，我们在这里啊，给大家十五分钟转个小的地方，然后就是上二楼，那也有些 stop 也多。下车要注意啊，这刚好是在左手边，对吧？看到的圆顶，还有它彩绘的玻璃，从彩绘玻璃的图案上可以知道纺织造船啊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产业。除此之外呢，你还看到在这个草原上有几个雕像，这是很著名的市议员，市议员的议长，是一位议长的雕塑。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 Europa 饭店啊，欧洲饭店。在最主要在饭店的对面有两家150几年的酒吧，它的酒吧的特色是泰鲁的，它的外观是瓷砖的。第二个呢，它的房间就是一个隔一间一个隔一间，那等一下呢，你们可以个别的进去，你通通进去到想下一个就不来喝酒来照相，那可以大中午的。